经询问，窗口接待民警蓝洪超其称，期间从未听到和看到有人打架和求助。录像显示，上午10时50分33秒，有一名较胖女子在围满办事群众的接待窗口最北侧的交通事故复合窗口窗外，用手推该窗口，但没推动。随后，该女子用手敲了两下玻璃后离开。这是交警向外界提供的，配上了解说的视频，并以此证明窗外交警对外界发生的殴打事件毫不知情。请注意，这些视频都没有原始声音。我们再来听一听，当时究竟有什么声音，又发生了什么事情。7月15日上午10点45分，事故的另一方从辱骂开始变成了殴打。监控录像是逆光拍摄，无法看清殴打全过程。不过此时的吵架声及殴打声已经吸引了在场办事的群众的张望。安装在房间里面的监控探头清晰记录了这些声音，想必窗口的民警不至于完全听不见。接着往下看，此时受害人孟宪居被对方拖至门口殴打。10点50分，因为打骂声很大，多位在此处理事故的市民回头张望，其中一办事群众实在看不下去了，对交警置之不理的态度表示不满。话音刚落，一名目击者，也是警方视频中的中年女子前来敲窗并呼救。一问一答，显然窗口里面的交警看见有人敲窗户并询问，只是监控录像只拍下他手中的材料，不能看见全貌。但是窗口内的两名交警还是没做出任何反应，因为一直无人过问，事故的另一方更发的嚣张。再来听声音。尽管外面的争吵声不断，也引得办事的市民不断回头张望，也有人向他们求救，但是坐在窗口的民警始终没有过问，最终被殴打的孟宪居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下面再来看看媒体报道中交警不负责任的回答。这不是的，这不是办公区，办公区等候区，等候区不是你们办公区，不是办公区，你们办公区在这儿，那然后就可以哦，知道吧？我说你不要说在这边敲打玻璃了，你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玻璃窗子。外面都站了几十口人。在连云港交警新浦一大队的声明中，还说有民警在现场出现，并且他们报了110、120。不过他们也承认，现场出现的这名交警只是恰巧路过，并很快离开，未能完全制止殴打事件，也并非原先在事故接待中心内看到市民求救才出来的。而拨打110、120的均为受害人家属，也有通话记录为证。